可能哦，早餐时间要稍微限制一下，我要事先讲，而且不吃的人也要讲。像我刚刚叫余淑珍起来，余淑珍就说她不想吃。这样膝盖会不会比较不好？只是，往后可能膝盖比较不会那么吃力。对，其实膝盖啊，不要 外开，尽量要夹紧，往内、感觉快要磨到这里最好。脚骑脚踏车的话，你就三上三下，哎，继续，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呀。好好吧，你要不要坐下来？山路试试看。山路就是凹凸不平的那个石头路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小时候跟阿嬷也走过很多啦。天将降大任。那以前的人比较辛苦啦，那时候车子也不方便，那常。哪里有车子？而且也省钱，我跟我阿嬷出去哦，阿嬷还舍不得坐公车，那她也会晕车啊，所以我都跟她走。哦，从那个东势走到丰原，再走到外石城，哎、欸，很远呢、欸，很远哦，走。我小时候那时候就这样陪他走，走那个近的路，而且以前的路不像现在那么平啊，旁边很多石头路，要走四小时。我觉得看电视的时候踩哦，会没有感觉，会一直踩。因为你专注在它的剧情啊。对啊。坐着的时候。爸，你要不要坐下来试试看？坐下来这里。好、哦。你看坐下来看膝盖会不会比较不吃力？坐好，坐正，对。刚刚坐垫太低了。你先拿毛巾盖。你还是踩。对。好。哦，拿毛巾，把毛巾会不会滑掉？除非躺着。啊，坐着踩，坐比较舒服。你坐着袂当踩呀。哎，那如果是那个浴巾呢？你坐着像踩脚踏车一样。那条多的。你坐着。应该会啦，较困难啦。哦。伊啊，变啊靠，掉翻翻啦。越踩会越顺哦。我左膝盖那尖尖的地方很痛。所以刚开始不要太多次。他说这已经是最松的，你要把它放在往低一点，手机越低越好。往低，不是人，你人不用蹲低，相机低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很轻松啊，爸，很轻松啊。我爸爸的体力没有那么好。体力还有体重，到底是体重。我看到了，没事。好了，孩子拍吗？可以了，慢慢来，对，很好啊。因为你踩了以后，它轮子动吼，它会带动啊。吃力，可是后来它就带动它，带动就比较不会那么吃力。刚开始啊，你如果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了啊，或是你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嘿，你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左膝盖前面那尖的地方。好，你坐下来，爸，你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对，坐下来休息一下。我现在。嗯，耶，calm down，等等。哎，他这个哈，因为他有轮子啦。所以实际上你踩快的时候，啊，这样卡卡，腰的前后啊，嘿，啊，这安呢，嗯，不要快，曲线不要快，会越踩越顺啦。我们踩是没问题的，爸爸可能还是重了一点。